子一大哥，哦，他即将要打出他今天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颗陀螺。会哦，哎，先掌声鼓励一下，你的掌声不够热烈，我看你今天不用坐车回去了，他会把你丢在路上。会哦，会哦，掌，哎，先问一下，先解出来先，从哪里来？南坎。南坎距离这边不太远，开车来多久？半小时。半小时，今天跟谁一起来？跟老婆。跟老婆，是不是载她来？啊，是啊，她走路来的。哦，你这么狠心啊！而且她是开车回去。哦，这样子，所以你没有打进去的话，就是你自己走路回去，是这样吗，太太？没，钥匙在她身上是，那你先走一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哎，先掌声鼓励，哎，还没过，请到贵姓？我姓许的。许大哥，好不好？准备哦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人总共有三次机会。那个咖啡色衣服的先生，你可以不用想要跑，说不定等一下就换你了。你如果现在离开现场，你待会可能也是走路回家的命运。好，待会哈，许大哥的第二发，看可不可以，准备哦。OK 哈，他说他小时候大概他三岁的时候打过，再出去一点，你没有在健身是吧？可以打远一点吗？那你顾着，哦，他竟然大言不惭的说，我怕我打到外面的小朋友。你这一个台词跟那个对面每天可以来回两次那个台词有什么差别？来准备一下，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自己人都不掌声，这样怎么可以呢？要打到那圈圈里面了。我也以这种看法的话，请大家还是多给他一点掌声。我这样会不会太鄙视你了一点？中，老师没看到就好。我一位的老师没有发现。老师。不是啦，我还没有说开始你就开始，才会造成这样结果。现在没有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国庆日就是要多给人家一点机会。好，我们大概明天早上8点才下班，你可以打到明天早上8点。我们打算今天早上打通宵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音响师不会陪你，个人不会陪你。看好了哦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陀螺，一天来回能抓不问题啦吼。哦，来，再给许大哥掌声鼓励一下。有啦，其实他就打成功，只是没办法打那么远，他是心里面有挂碍，怕打到小朋友。小朋友，再给许贝贝掌声鼓励一下，不是许叔叔，许阿贝掌声鼓励一下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再给他一次机会哦，你要打好哦。哦，他刚表演的是那个扯铃，跟陀螺没有关系。小朋友要学会，这个叫陀螺，不是扯铃啊。不会啦，老师，我们不要一直为难他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他再打不好，我们就把他带回去，好好的教10年以后再出来学功夫，可以吗？你看会转啊，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不要动。好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要帮你完成最后的手续啊！对，圈圈要套进去，不然我们搞半天干嘛？重点就是，大哥，你还没搞清楚我们的规则噻，就是你的陀螺要打到圈圈里面，不是叫你打在地上啊！哦，你现在终于搞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刚刚是他因为误会规则，他没有搞清楚规则，说陀螺要打到圈里面。我们再给许大哥掌声鼓励一下。听说他跟香港港星许冠文、许冠杰都有一点关系，他是谐星界的巨星。啊，你是要绑多久？老师，帮他绑一下，他绑不好啦。我要送你礼物，快点给我一个袋子。加油，老师，许老师，再给我们的许子一大哥掌声鼓励一下。嘿嘿嘿，
好，认真打一下哦。放轻松，放他平常哎，太太你要给他加油打气好不好？平常他就是那么客气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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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你成功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陀螺。个人带回来，再给徐大哥掌声鼓励一下，他真的是无妄之灾，他只是无聊经过逛街，然后都不小心被我拉进来而已。来，祝他哎，这样子啦，徐大哥跟太太亲一个好不好？今天国庆日，我们生日礼物送给国家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快点，亲一个，嘿嘿，哎，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是啊？不是不是，好了，再给你们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徐大哥哦，好开心的一组人哦！我到底是来办婚礼的，还是来主持国庆的？还有一个陀螺可以送，是不是？有，你要大朋友还是小朋友？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你自己挑哦，我不要当坏人哦。数到三举手哈、哦，来，预备，好，我帮你挑一个好的啦。刚刚我已经指明他那个无敌铁金刚先生一来，就是你。他还把手机掏出来，我的手机要先放旁边。哎，小朋友，我要跟各位介绍这位无敌铁金刚大哥，他身上的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铁金刚先生。你会不会打陀螺？每个都说很小时候，大概几年前，50年，30年，哎，你们都那么年轻吗？子毅大哥说他30年前打，你们两个岁数是一样的吗？我不太相信哦。来，哎。你不要跟许大哥一样打了，然后就拼命把它拿走。打了你没有放进去，你跟我讲一下，我帮你处理啊。要记得这件事哈。啊，你今天跟谁来？你老婆在哪里？拍照那个。哦，拍照有很多个呢。你说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是你太太？生小朋友没有？我告诉你。今天如果打成功了，生 baby 就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十个人袂使出一支嘴，认真的打。老婆认真看哈，今天我们要不要完成实现生小朋友的这个理念，就要看今天来完成。好，第一次实验，刚刚叫试用，试打阶段，没有关系。你明明就没打过，还说骗我说小时候没打过。好，小朋友，待会要给大哥哥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哈，他身上的呢就叫无敌铁金刚，各位应该不知道这个人物。小时候我们在眷村才有看过，小时候的卡通片。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代的无敌铁金刚。好哦，准备好第二次。人生当中有3次的实验的阶段，第二次如果实验不成功，我们还是可以原谅；第三次实验不成功，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，准备哦！哎，掌声鼓励啊，各位小朋友，老婆手机要拍好来哦，哈。哎，有转的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机会。太太，他有完成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，哈，真的要认真打，你有没有需要老婆帮你加油一下 ？OK 了，老婆立来举，立来举，给几句话给先生加油一下，开始。无敌铁金刚加油！他外号就是无敌铁金刚吗？你们之间的乐趣干嘛讲出来？喂，你在想什么？他们是看卡通啦。来，再给他加油一次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希不希望今年要生小 baby？ 好。今年来不及了啦，10月了啦，明年生一个好不好 ？OK。好，老公听到这句话了哈，要加油。你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讲话啦，老公？老公，喂，老婆刚跟你讲什么？加油！好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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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
谢谢谢谢无敌铁金刚，祝你们新应该讲这个赶快早生贵子好不好？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住在我们附近的好朋友吗？现在住在后站中，原本是住附近是不是？原本不是桃园，那你赶快先离开，再见。好，不能可以这样子啊！现在都是我们桃园市民了，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老师，还有最后一个项目哦。啊，你有没有送人家那个陀螺？有送的哟。你自己打自己送的，好了。啊，你一定要搞那么高吗？那明明是那个我们最高的中锋那种 Anthony Davis 的身高哎，加油哎！好，老师说打上去我们就收工，打不上去各位就回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就那么简单。来，再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我说我很想回家呢，你要赶快哦，要快一点。哎！差一点点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风有点吹到，这风不好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原谅风一下。哎，掌声不够热烈，老师打不好，哎，吓死我！你老师热烈嘿丢了哈。啊，你还会尖叫声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掌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没有关系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对，我们这，不要十次，我等很久，我很想上厕所。好啦，老师加油哦！来，现场朋友再给老师掌声鼓励。嘿嘿。明年哈 NBA 就会请我们老师过去打在那个 Anthony Davis 的头上，来再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我带我们精彩的陀螺的特技的演出，谢谢。老师不是网红，他只是抓陀螺，好不好？来再给老师掌声鼓励，谢谢两位老师。